这一次的这个稻香祈福活动。那在这边真的非常高兴，然后又早上六点就到我们的这个桥上面去接妈祖哦。那应该是妈祖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哦，今天进驻到我们彰化县政府，那这也是头一次来到彰化县政府哦。那我们员工也好，我们这边的信众也好，都非常的这个高兴。那在这边也期许我们妈祖能够继续是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那县运昌隆，我们所有的县民市农工商各行各业都能够有很丰盛的一个这个好的一个成果，让大家能够幸福美满又健康。那在这边也提醒我们所有的乡镇客，因为今天开始气候有一点变冷，那务必在过程中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给顾好。那沿路我们的乡亲都提供了非常多这个饮料啦、食物啦，也欢迎大家能够这个笑纳，那一起呢平平安安的来跟妈祖一起走完我们这一趟的一个这个妈祖之旅。老师